呼呼，你在吃煎饼呢？嗯，是妈妈买的煎饼，然后这个是披萨。我不敢吃的是披萨。那是肉肉的披萨，不会辣。然后这里还有很多炸鸡。哎呀，是肉肉的。好，我帮你罩起来。内裤没有。内裤没有撕掉。啊！我拍到一个内裤了。深深，我需要你。今天叫博凯来路易莎咖啡讲课。哦，是哦。对呀，我叫龙珍嘛来听。因为他对这方面蛮了解的。因为我肚子饿，所以我要买煎饼吃。自从之前的几次学习到，每个人其实没有人是完美的。但是，哎呀，有的人虽然在某一方面可能不如我们的想象，可是他还是会有他强的地方。爸爸，这是为我肚子的水嘛，我要买煎饼吃啊。你敢吃吗？对呀，我吃。那个剩哪多？我吃三块披萨。你买一块哦。啊，搁两块，一个鸡翅，一块炸鸡块。哎呀，这次炸的比较黑哦。这一次他好像，哦，这一次订要一个小时啊，一个多小时才送来，啊，然后我是两点多订的嘛，快三点了，哦，可能这时间较无人会看，哦，迄粉甲你糊到厚的，那个粉超厚的。他们好像是现裹的吧。包括你看，即使他们那都做的很简单，披萨也是啊。我们去再一去弄，你看连小孩子都会做啊。嗯。哎呀，迄种物件边边都是串起来啊，然后用用安就好啊。妈妈，我也要吃炸蛋。你吃鸡腿的。哦，那个辣椒要放旁边一点，不然一要偷吃辣椒。嗯，你喜欢偷吃一个辣椒？混有够高的吼！哈哈哈哈哈！嗯，啊，不过又变成好像在吃饼干一样。你要想，我觉得你的牙齿好像一个大白鲨。可能这个时间比较少订，炸过头了吧？哎，这有香呢。无，你没有跟他说原味。我说原味，是原味。